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课。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啊，一定要成佛啊！为了成佛啊，我们今天听佛法啊，然后就是修心。成佛以后去度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今天的课啊，就是接着昨天和前天的这个课啊继续讲啊。那么我们这次的这个课啊，为什么要讲一个实修的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呢？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啊，因为我们啊很多的人啊信佛啊想学佛，但是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学。啊，具体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啊？然后这个学佛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啊，次第啊，以及啊这个具体的这些方法啊，这些都不懂，很多都是非常的迷茫啊，只懂得啊烧香拜佛啊，除了这些以外几乎都不懂，这个是非常可惜啊。很多人都是不是不想修啊，就是不会修啊，不知道怎么样去修啊。佛法啊，八万四千的法门很光啊，很神，很多人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才是对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啊，就安排了一个啊，这么几天当中，一个短短的几天当中呢，我们就安排了一个这样子的课程啊，让大家明白啊，这个一个实修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啊，在实修的过程当中，我们啊怎么样去啊这个前后的这个次第啊，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做好啊，然后我们的修心的基础啊是什么，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次呢。时间虽然比较短啊，但是呢，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告诉大家啊，这个一个具体的这个修法啊，具体的一个
这个修法的过程。那么我们前一天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阶段是出离心的阶段啊。然后呢，我们昨天讲的是这个菩提心的阶段。在出离心和菩提心的这阶段当中呢，除了这个菩提心以外我们还要修其他的法。其他的法是什么呢？就是无家心平时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无家心，学过藏传佛教的基本上都听说过私家心、无家心。但是呢真正的修有没有修就不好说了有些人呢还没有开始修有些人呢已经在修但是呢还没有修完，已经修了很多年但是呢还没有修完这个就是实际上修无家心它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比较认真一点的话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但是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家庭的事情呢，工作上的事情呢，那因为很多的事情所以大家也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修完修完一遍这个无家心就是需要很长时间了，实际上是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呢就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就还没有修完呢等等很多真正的无家心修完的也有，但是呢这个数量都不是很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修无家心除了这个菩提心以外我们昨天讲的第一个阶段出离心，第二个阶段是菩提心。那么第二个阶段当中，是不是除了这个菩提心的修法以外不需要修其他的吗？都不是当然第二个阶段当中呢，菩提心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但是除了这个菩提心以外我们修家心、修金刚萨埵的这个忏悔的方法，然后还要修这个曼叉罗最后还要修这个上师瑜伽这五个家心都要修，这是第二个阶段当中我们最后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证悟明心见性或者是大圆满或者是大熟因里面讲的这个证悟那么这个证悟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语言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或者是没有办法直接描述或者阐述这个本来的面目那么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之前积累福报然后就是上师的这个传承、上师的加持，还有自己的这个积累资粮，就依靠这两个就依靠这两个力量就是最后去证悟并不是说我们最后还是用很多就是用看很多的书呀，然后呢我们经常去讲并不是说用这种方法去证悟为什么呢？我们比如说空心或者是光明，或者是这个明心心的本心这一类的非常深奥的这些非常深奥的东西，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我们的语言能够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一些事情、一些事物，是我们的语言是可以表达的但是呢，越是深奥的东西越是深奥的东西或者是越接近这个真理或者是心的本心的时候呢，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语言是越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因为这些东西呢已经是超越了我们的语言的范围，所以我们的语言这个时候是不起作用的那么语言不起作用的话，那我们要依靠什么样的方法去证悟呢？这个时候当然比如说大圆满的境界呀、明心见性这些也是简单的可以说到时候也可以讲空心讲光明可以讲，但是实际上真正它的本质它的本心是讲不出来的
唯一的方法，我们在这个之前啊，修家心啊，修家心，让我们的这个根基要成熟啊，使我们的根基要成熟，然后就是传承上师的啊这个加持，结合在一起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证悟。那最后的唯一的方法是这样子，所以啊，第二个阶段当中必须要修无家心啊，修无家心。藏传佛教啊，汉传佛教或者南传佛教啊，这些佛教里面呢，最终的目标成佛呀，成阿罗汉呢啊，都是佛教啊，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藏传佛教里面的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方那、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整个这个修行的过程啊，修行的过程、或者是这个修行的次第啊，讲的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很规范。那比如说外加心啊，内加心啊，内加心完了以后呢，然后这个真实的修法呀等等，都是分得很清楚，而且讲的也非常的清楚的。这是藏传佛教的这个特点。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那么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先皈依受皈依戒。第二步是什么呢？然后收这个收戒俱施戒佛教就讲戒定慧戒定慧是佛教的这个精华佛教的精华，佛法的精华那么这戒定慧这三个当中，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慧智慧那么智慧来自于什么呢？智慧就是来自于定禅定那么禅定来自于什么呢？禅定就是来自于戒所以戒就是这个定和慧的基础定和慧的基础就是戒，戒定慧相互之间都有分不开的这个关系所以第二步就要受戒然后受戒完了以后呢我们皈依了，已经进入佛门了然后呢也受戒了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就是三个字闻思修闻思修，闻就是听闻佛法要去听如果我们不听的话自己看书这个看不动，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如果没有老师讲课的话学生自己看这个课本这个能不能学会呢？这个不可以学会的，所以必须要有老师给他们讲同样的，我们学佛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也可以看佛教的书，可以看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的，我们也可以自己看，也可以自己去这个了解但是呢，在没有讲的情况下没有人讲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去看的话，那么这个佛经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当中的，就是比如说10%呀、20%呀、30%呀，只能我们只能理解到这一点，其他的更深奥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人讲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怎么样去理解这个词汇这句话。怎么样去理解那个时候我们是很难的，所以必须要去听必须要听，这是第一个叫做闻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子面对面的去听或者是通过网络通过光盘都可以这样子去听这是第一个。然后听完了以后呢闻结合之后就是思，就是思考问题然后我们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去修然后呢为什么这样子去修这样子修了以后呢，这个修行的这个结果它的结果是什么这一系列的很多的问题都要自己去思考然后通过闻和思通过闻思已经全面的了解了这个修行的方法以后然后就不需要再闻再思然后就去修这个闻和思的阶段已经过了当然我们一辈子都可以去听法，一辈子都可以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是应该的。但是呢，这个
文思修也有一个过程啊，第一个是文，第二个就是思考啊。然后文和思的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然后去修。如果我们永远都不修啊，一直都是文思的话，那么这个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所以文和思过了以后呢，然后去修啊。那么修怎么样去修啊？这个就很难了啊！很多人就不懂，就是不懂这个地方怎么样去修，从哪里修啊？怎么样入门？这个很多人不懂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就这个这修行的方式，这个是我们非常的需要啊。那么我们这次讲的也是这个第一个啊，就要去修出离心的阶段。我们刚才的这个闻和思过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啊。这个出离心的阶段，那出离心具体的修法，我们前几天已经讲过了，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就是修外加心啊，外加心就是修出离心的最具体的方法了啊，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就是菩提心，菩提心的一个简单的修法，我们昨天也讲过了。然后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啊，这每一个修法都可以，都能够啊，让我们的心里产这个升起菩提心，菩提心，但是呢，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啊根基不一样啊，有些人就是适合这种修法，有些人呢适合那种修法，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修法啊，我们没有，也不是一定要修所有的修法，但是呢，我们其中啊就修一个与自己比较适合的一种这样子的修法啊，然后呢就认真的去修啊，修菩提心，然后呢，除了菩提心以外，刚才我们讲的像皈依啊，然后这个金刚萨埵、蛮叉、上师瑜伽啊，这四个都对对，一共就是五加行都要修，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啊是什么呢？第三个阶段就是空心啊，修空心。修空心之前啊，之前最好啊，在这个我们把这个外加心和内加心全部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啊我们就去修禅定啊。外加心什么叫做修完了？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升起了一个标准的出离心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外加心修完了啊。然后呢，什么叫做内加心修完了啊？有这个皈依的心啊，这坚定不移的皈依三宝，永远都不推迟啊，有这种决心皈依就修得差不多了啊。然后呢，就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一定要成佛，我为了成佛，我现在就要去修啊，这些大乘佛法啊，有这种坚定不移的这个决心的时候呢，菩提心啊就基本上就修完了。然后啊，金刚萨埵的修法啊，金刚萨埵修法什么时候修完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啊去很清楚的知道，但是呢啊，我们很认真的念啊十万遍这个白字明啊，这样子的话暂时啊就可以说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也就修得差不多了啊。然后曼叉罗也是一样的，曼叉罗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呢啊，这个积累资粮要达到什么标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啊，已经积累资粮已经积累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啊。但是呢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认真的啊，按照这个佛经的这个修法上的要求去啊，尽量的要求自己啊，认真的去修十万遍，这就是算是修完了啊。然后最后啊，就修上师瑜伽啊，磕十万个大头啊，然后就是念莲花生大师的啊这个心咒啊，最好是念这个两千万遍啊。这样子以后呢，这所有的这加心都修完了啊，这就叫做加心修完了。加心修完了以后啊，然后我们就进入啊，就准备进入第三个阶段，修空心啊，修空心。但是在修空心的之前呢，就是啊，还要修一下这个禅定啊，禅定啊，这种禅定的修法我们今天啊不讲啊，曾经已经讲过了好几种啊，这个不同的啊禅定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个修法啊，这个我们以后也可以看书呀、听光盘呢
都可以，但是以后还是会有这个机会再讲啊。那修禅定，禅定修半年、一年这样子的时间啊，然后修了禅定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心能够平静下来啊。平时我们刚刚修行的时候刚刚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就心就静不下来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个所有人都是一样，心静不下来，因为刚刚开始修行因为还没有什么修行的这个功夫所以心静不下来但是呢这个可以可以逐渐的可以逐渐的心可以静下来，最后呢就心基本上能够打坐的时候基本上能够这个平静安静下来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去修空心那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了，修空心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我们就开始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三个阶段。首先空心是佛教里面的这个最高端的最高端的课程，最高端的课程这空心的修法显宗里面也有密宗里面呢也有显宗的这个空心的修法和密宗的这空心修法都是一样，在佛教里面是最高端的这个课程所以我们刚刚学佛的人刚刚学佛的人呢不一定能够理解空心不一定能够理解空心，也不一定能够这个修空心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先了解一下简单的可以说一下什么是空心。首先第一个我们讲为什么要修空心第一个为什么要修空心呢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要成佛是要成佛，然后呢再最终最这个终极的目标是度一切众生但是呢度化众生要成佛要成佛的话那就是要证悟空心为什么要成佛要证悟空心呢成佛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成佛呢？当我们的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烦恼都断除了以后呢才能够成佛那烦恼我们怎么样去断除这些烦恼怎么样去断除呢？就是不是我们烧香拜佛的心事去断除也不是念佛磕头来断除烦恼念佛磕头烧香拜佛这些都是很好的可以积累资粮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有这些这个作用有这些功德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就不能断除这个不能直接的断除烦恼那要断除烦恼就是要证悟空性我们的为什么这么说断除烦恼为什么要证悟空性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的生老病死很多都是在我们看起来这些都是跟有些某种这个客观的因素有关系客观的因素也有关系，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个真正的根源就是不是这些客观的因素它的真正的生老病死的真正的这个它的这个来源就是烦恼我们的贪嗔痴等烦恼那贪嗔痴是所有烦恼的根源所有烦恼的这个来源就是贪嗔痴就是因为有了贪嗔痴这三毒以后就有各种各样的烦恼那贪嗔痴这三个里面的根源是谁那一个呢就是痴贪和嗔贪心和嗔恨心的这个根源也就是痴痴就是愚昧物质这叫做这个痴然后贪嗔的贪心和嗔恨心为什么是痴为什么来自于痴或者是说
这个贪嗔痴的根源是什么呢？那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啊。那这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可以分四个不同的错误的观念啊，四个不同的错误的观念。第一个啊是什么啊？第一个是我们把这个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是永恒的啊。但是呢，我们把这些万事万物当作啊，当作是永恒的啊，当作是长住不灭的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错误啊。比如说啊，我们啊，比如说对我们自己来说啊，我们人啊，或者是自我也是啊，一瞬间一瞬间的在变化，在变化啊。比如说前几秒钟的时候的我啊，后几秒钟的时候呢，它是不存在的啊。后几秒钟的时候的我，再后几秒钟的时候也是不存在的啊。这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呢，我们不会这么认为啊。我们认为我刚刚生下来的我和今天在这里的我啊，就是一个我啊，就是一个我，这两个就是一个我啊。这里面没有太，我们不认为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是两个我，我们认为昨天也是我，今天也是我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默认了我是永恒的啊。至少啊，比如说50年、80年、100年当中，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一个永恒的我啊，至少它一直都是存在的。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认为是这样子，这叫做第一个错误啊，这叫做常啊，这就是第一个错误。然后第二个错误啊，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啊，我们把这个轮回，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轮回啊，本来就是痛苦的啊，轮回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痛苦啊。有些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福报，也会有一些啊，会有一些快乐、幸福啊。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快乐和幸福呢，也是非常的短暂的，也是以相对而言啊是幸福，相对而言是快乐。但是呢，它在这个轮回当中根本没有绝对的啊幸福和绝对的这个痛苦。所以啊，这轮回当中呢，本来是没有幸福的啊，本来是没有这个没有快乐的。但是呢，我们把不快乐的东西啊，不幸福的东西啊，没有幸福的地方，我们认为是有幸福；然后不快乐的事情，我们认为是快乐啊，不幸福的我们当作幸福。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犯了啊第二个这个错误，这是第二啊。然后更严重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这个肉体上啊，里里外外，除了这个肉体和我们的精神啊这两个东西以外啊，没有一个所谓的我啊，没有一个所谓的我。但是呢，这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啊，我们根本就不这么认为，我们一直都认为我啊是存在啊，存在于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我的肉体和这个精神上存在着一个自我啊，存在着一个自我。这个我们普通的人，没有学过佛的人啊，然后就自然而然啊，生下来的时候就有这种啊观念啊，这个不是父母教给我们，也不是老师教我们的，这是先天就带来的一种这样子的错误的观念。然后呢，把这个错误的观念，有些外道呢，把这个错误的观念再扩大啊，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论逻辑来啊，证明这个自我就是有怎么样啊，不可思议的自我了，大我呀啊等等啊，这样子以后呢，把我们的这本来我们就是有一种我执，然后呢啊，本来就是有先天性的我执，然后后天性的又把这个我执再强化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这个我执在我们的心里啊，也更加的根深蒂固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第三个这个错误，这是最大的错误了。很多的烦恼都是来自于这个错误啊。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
除了我啊，除了自我以外的啊，比如说外面的身外的这些东西，它们也是啊，同样的不存在的，都是空性的。但是呢，我们啊不认为这是空性，我们认为这是真实的东西啊。那这个是第三个啊，那这是第四个这个错误啊。因为有了这四个啊这个错误的观念，然后呢就产生了贪嗔痴啊。然后，因为有了贪嗔痴，所以我们去杀盗淫妄这样子啊。然后杀盗淫妄以后呢，然后就是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我们就有生老病死的这些痛苦啊，这些痛苦。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来源，真正的来源啊，就是我们自己的错误的观念啊，这就是来自于我们错误的观念啊。那么这个错误的观念，我们现在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么错误的观念并不是念佛来解决，又不是烧高香来解决，又不是烧头香来解决啊，这些都是解决不了的。这个并不是啊，拿钱去这个解决啊。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呢？就是要用智慧啊，用智慧去解决，用智慧去推翻啊我们自己的这种错误的这种观念啊，从根本上啊把这个错误的观念推翻了以后呢，啊推翻了以后呢，然后啊就是从中啊产生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这些烦恼啊，都会啊瓦解，都会停止，然后烦恼停止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杀盗淫妄啊，这些罪业也会停止啊，然后杀盗淫妄的罪业停止了以后啊，然后这个生老病死啊，这也会停止，从此以后就不轮回了啊，这样子的话，释迦牟尼佛啊。告诉我们啊，解脱获得解脱的唯一的因素啊，就是智慧啊，就是智慧啊。什么智慧呢？就是证悟空性的大智慧啊，证悟空性的大智慧。所以，我们啊要证悟空性，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空性的原因啊，就是这样子，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修空性的时候。这个五加心全部修完了，禅定也修完了以后，有很多的选择啊，有非常多的选择啊。比如说，也可以修禅宗，我们可以修禅宗。如果我们啊找到啊经验非常丰富的禅师啊，或者是像大牟祖师说的啊，这个什么叫做善知识呢？啊，善知识就是证悟空性的人叫做善知识啊，善知识。比如说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啊，找一个给我教数学的老师的话啊，或者是有一个教老师，他要去当数学老师的话，那么他必须要精通啊，必须要精通数学。如果他不精通数学啊，其他的啊，比如说语文各方面他的这个很好，但是呢，不精通数学的话，那对我而言啊。这是没有用的，他不是老师，为什么呢？他不能给我教数学啊，他可以给我教其他东西，但是呢，我不学其他的东西，我就要学数学啊。那所以啊，他从这方面讲的话，他就不是我的善知识，他不是老师啊，他不能说是我的老师，为什么呢？他不能教我数学啊。同样的，我们比如说啊，我们要找到一个给我们讲讲这个。证悟的境界的啊，这样子的善知识的话，那么必须要找一个啊自己证悟了的人啊才可以的。所以我们比如说把五加心呐、禅定呐全部修完了以后呢，如果想学禅宗的话，那如果我们遇到也非常好的这个禅师啊，自己已经真正的证悟了的禅师，那么去修这个禅宗啊，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修完了五加心以后呢，然后也修了禅定啊，心非常的平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念佛的话，那就也就也就也是非常好的，比以前啊的念佛完全是不一样。之前的念佛是不一样。然后再
除了这个以外啊，我们也可以去修大圆满啊，然后呢大收银啊，还要修密宗里面讲的这些气脉明点的修法都可以。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啊，这所有的这些选择，任何一条路啊，最后都能够成佛啊，都能够成佛，都是不同的啊，不同的这个途径啊，不同的途径都最后都可以啊，都通到这个成佛的啊，这个境界。嗯，但是我们没有修出离心、菩提心之前呢，没有任何的选择。啊，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走一条路啊！一条路是什么呢？就是出离心和菩提心这样子的路啊。这个路过完了以后，这个关过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在里面啊，走出去了以后呢，里面就有很多的选择啊，禅宗的修法、明心见性呢啊，然后呢，中观里面讲的这个空心呢啊，大圆满呢，大手印呢啊，密宗的气脉明点的修法，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嗯，但是我们没有修加行之前呢，没有任何的选择，只有啊这样子去修加行啊，修完加行以后呢才可以啊，所以这时候啊都可以去修很多的法啊，修大圆满也可以，修空心，修什么样的修法都是可以。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啊空心的，通过这种加行的修法啊，我们的这种根基啊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啊，这个时候呢修任何法都有用啊，都能够让我们这个解脱啊，证悟。嗯，但是我们没有修完加行之前呢啊，修了大圆满也没有用，修了大受印都没有用，这个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再三的强调这个，我们一直都强调这一点。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大家一定会失望的啊！就是加心不修了，什么都不修了啊，就一开始的时候就修大圆满呢、大手印呢，最高的法啊，就去抓最高的法啊。但是这些法，大圆满啊、大手印这样子的法，什么样的人的身上可以用呢？啊，根基非常成熟的人啊，比如说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的根基非常成熟的人呢，那么就是听一两句《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立即就开悟了啊。那我们能不能？不可能的啊！我们去听这个《金刚经》的这句话啊，听成千上万遍也不一定啊，只能理解啊里面的字面的意思，不一定能够证悟。这个是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为什么一句话就证悟了，为什么我们成千上万次听了也不证悟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啊的根基不成熟啊，这个法在我们的身上不管用啊，不管用。为什么不管用呢？就是因为我自己不成熟，所以不管用啊，所以不管用。六祖慧能大师听的这个金刚经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刚经》啊，这文字上面没有什么区别的啊，都是一样的。嗯，但是呢，他证悟了，我们不证悟啊。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根基不成熟，所以我们不证悟啊。唯一的方法是使我们自己的啊这个根基再成熟一点啊，这样子才可以证悟。所以这个过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加心的这个部分第二个阶段过了以后呢，比较容易证悟。这个是我们什么样的空心啊都可以修，比较容易证悟。没有经过这个程序啊，或者是没有经过这个次第啊，一开始的时候去修大圆满，这根本是没有用的啊，所以你们一定会失望的啊，到时候也许会生起邪见啊。怎么样去会生邪见呢？啊，因为大家都认为大圆满啊，就是非常非常容易啊，非常非常容易证悟的，只要听了就能够证悟的啊。那我们听了大圆满，听了很多次都不证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许会认为啊，原来是啊骗人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听了这么多次，我都还没有证悟啊。那因为我这样子不证悟，那么其他过去就很多啊
所谓的高僧大德都证悟了，但是这种说法可能也是不对的啊，也是不对，因为我也这么，我也听了这么多次，我不证悟，那他们可能也是假的啊，也许会产生这样子的邪见啊，都有可能的。所以啊，我们不能这样子啊。有些人呢很喜欢高调啊，很喜欢非常的高调。我们学佛的这个群体当中呢，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啊，像出离心啊、菩提心，根本就认为根本就不值得去修啊，也觉得不值得去听啊。然后就是说大圆满的观定呐、啊，大圆满的巧觉呀、啊，然后大收益呢，然后啊这样子以后呢，大家都很兴奋去听呢，然后就说啊，我是谁谁谁的关门弟子呀，谁谁谁给我传了大圆满呢，传了什么什么样非常了不起的巧诀呀等等啊。但是你证悟了没有，肯定是没有证悟的啊。那这样子没有证悟的话，那关门也好不关门都没有用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这个此地呀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过了以后，然后第三个阶段当中啊，我们先把前面的这个禅定修完了啊，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成啊，比较容易证悟啊。为什么要修这个空性的原因啊，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原因。嗯，然后第二个我们再啊简单的介绍一下，那、啊、什么叫做空性啊，什么叫做空性。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东西对我们而言啊，这么真实啊，都是非常的实实在在的啊，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啊，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所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啊，或者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还包括意识啊，所接触到的这一切东西啊，都是这么的啊真实的啊，这么真实的东西。嗯，那么这么真实的东西，我们怎么可以说它是空心呢？怎么可以说它是不存在的呢？啊，这时候我们啊，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情况下叫做空心啊，什么的情况下叫不空啊，空与不空是什么啊，什么概念？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啊。首先啊，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如果不去观察的话啊，根本去不去观察的话，那么这些一切都是啊，都是很真实的东西。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光啊，也是很真实的啊。我们的耳朵啊，所听到的这个声音声波啊，也是很正常的啊，非常真诚，非常的真实的啊。然后除了这些以外，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一切都是很真诚啊，很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释迦牟尼佛没有告诉我们啊，这些是不存在的啊，这些都是存在的啊，这些都是真实的。以我的眼睛来讲，眼睛来讲啊，那么这个光是很真实的啊。根据我的耳朵啊来讲啊，那么这个声音也是很真实的，这些都是真实。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从现实生活的层面来讲啊，都是存在。从这个层面呢，从这个层面或者从这个角度啊，佛也不会否定的，这个是一定会存在的啊。如果我们念这个啊，耳朵也没有听见任何东西，眼睛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那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谈啊空与不空啊，本来就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听到，空什么不空什么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就佛也没有说是不空的啊。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空呢？就是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生啊，这个物质世界啊，物质世界用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去接触啊，然后我们的意识不去思考的话，那么它是真实的啊，这叫做现实生活啊，它是真实的，它是存在的，是真常的啊。从这个层面来讲，有因有果啊，有千师有后师，有善有恶啊，有善恶的果报，一切都是存在的，存在。所以当我们还没有突破啊，没有跨越这个范围的时候呢，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取舍因果啊，不要去啊这个遭罪，一定要去行善啊，念佛啊，或者是这个积累资粮，都是在这种范围当中是非常有用的啊，非常有用的。不能做杀盗淫王啊，一定要去做念佛磕头烧香拜佛，都是非常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啊，这种情况下这种范围内啊，这一切都是很有用的啊。当我们还没有突破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啊没有啊。有些人就是在禅宗里面呢，就有一句两句，比如说放下呀，不执着呀，有这样子的口头禅啊，然后就听到了这些口头禅以后呢，就说啊，很多人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是放下啊，什么叫做放下，什么时候是不放下，他不懂得这个界限啊。一开始的时候说啊，比如说念佛，为什么要念佛呢？念佛也不就执着吗？啊，那所有的执着是执着是啊不对的呀，错误的呀，为什么？不放下呢？念佛也不应该念佛，放生也不啊。还有我们比如说修菩提心呢，出离心呢啊，修什么出离心、菩提心啊？就是要放下啊，放下一切才是对的啊。出离心、菩提心，它也是一种啊，也是一种念头啊。凡是有念头的啊，都是不对的，都是执着啊。凡是有念头啊，都是执着啊。凡是执着，都是对解脱有障碍的、阻碍的啊。所以不要去做这些啊，全部放下。那么这是错误的啊，错误的。然后呢，有些人也说，在这个范围当中啊，然后又说不要去行善啊，不要去念佛，不要去烧香拜佛呀，不要去做功德呀啊，都不需要，不要去做，这都是不对的啊，这都是解脱的障碍啊，但是这个是错误的啊，在这个范围当中不能这么说啊，就是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或者是我们的感官的世界当中，这些都是存在的啊。当我们还没有突破这个层面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尊重啊，尊重因果，尊重因果。这个时候应该有执着，不能没有执着。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执着都放下了，那么该做的不该做的都没有什么了啊，杀盗淫妄随意都去做啊，那么这样子的话，那怎么可能呢？怎么样学佛呢？那就是这个不可能的，这个是理解上的错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不能这样子，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必须要去尽量的去行善啊，要发菩提心呢、啊，出离心呢、啊，修金刚萨埵呀，忏悔呀，修曼萨罗呀，积累福报呀，这都是非常重要啊，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方法啊，通过这些方法，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最终就是在这个范围当中，我们要脱离啊，脱离这个范围啊。就是要脱离这个感官的世界，超越感官的这个世界。超越的时候啊，是什么样的叫做这个感官的这个怎么样超越呢？就是证悟了以后啊，证悟了以后就可以超越了。那证悟的，在证悟之前呢，我们还需要学啊中观啊，学逻辑。学逻辑，这个是非常重要。逻辑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帮助的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最重的心的本心，我们的心的本心如来藏啊，或者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啊，这个是逻辑是没有办法推理的，没有办法推导出来的啊。它已经超越了任何一种逻辑的范围，所以没有办法。但是呢，逻辑可以啊，可以推翻一些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这方面呢的确是有很多的帮助。原来我们本来就是有很多的不正确的不正确的一些这个执着啊，那么这些执着呢，通过这个观察通过逻辑来推翻这个是有，这个是可以，这个是能做得到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我们自己的这些这些错误的观念都端出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很容易的去证悟这个空性啊，所以这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以后呢，啊，就要证悟空性，你要去学空性，嗯，但是我们啊，从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啊皈依了啊，然后呢也受戒了啊，开始学佛了啊，持俗啊，念佛啊，开始学佛了，嗯，然后呢你想学什么样的佛啊？这个很重要，想学什么样的佛，走什么样的路啊？走，我们学佛以后呢，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啊，两条路可以走啊。第一条是什么呢？啊，第一条是啊，虽然有些人相信佛，相信轮回，相信这个因果啊，但是呢，他对这个轮回的眷恋啊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放下啊，非常非常的执着啊，对轮回有非常严重的留恋啊，他根本就他希望下一世再下一世生生死死就在这个啊人天当中啊，享受人天的福报，享受人天的福报，他不想成佛啊，也不想成为阿罗汉，都不想，那都不愿意，嗯，啊，那这是一条路，嗯，第二条路是什么呢？第二条路啊，然后就是啊，不愿意啊，不愿意再继续这个轮回当中轮转啊，不愿意继续啊，希望从轮回当中脱离，嗯，希望从轮回当中脱离，然后就走两条路啊。我们走哪一条路，大家要选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学佛，我们是肯定，大家已经很肯定了，要学了啊。那么学佛以后怎么样？怎么样走这两条路？我们选哪一条路呢？啊，我想少数的人会选啊这个解脱的路啊。从现代社会来讲的话，可能是绝大多数的人可能是会选啊这个还是不解脱啊，但是呢可以享受人天的福报啊，然后呢也可以学佛啊，嗯，不堕地狱，不堕畜生啊，然后呢就这个。没有太多太多的这个痛苦，然后去享受人天的福报啊！我想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会选这条路啊，有两条路。如果我们要走这条路的话，这个解脱这条路的话，那就是要去发出离心，然后最后就是菩提心啊，最后就是空心啊，要去修空心。嗯，如果不愿意走这条路的话啊，我可以愿意接受轮回的概念啊，因果的观念我也能够接受啊，释迦牟尼佛我也相信，嗯，但是我还是很啊，还是很留恋啊这个时节，那这样子的话，那就空心就不要提了啊，不要去学了啊，空心就没有必要去学，嗯，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黑客帝国》。啊，这个电影大家都看到了，嗯，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看到啊。那么那个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墨菲斯啊，他手里两只药丸啊，两只药丸，一个是红色的一个药丸啊，另外一个是一个绿色的药丸，嗯。然后这个电影里面的主角这个李敖啊，让他去选啊，选啊，他说。你是一个奴隶啊，你目前是一个奴隶啊，你就生下来的时候呢，你就是活在一个没有知觉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这个监狱啊当中，你一直都活在一个这样的当中啊。那么现在你如果想知道这个真相啊，你到底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中，如果你要知道这个真相啊，那你就选啊其中这个一个药丸啊，如果你这个你选了这个蓝色的啊这个绿色的药丸吃下去了以后呢啊，你就可以继续待在这个幻觉的这个世界当中啊，然后可以继续啊，如果选了这个红色的这个药丸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这个真相是什么啊。这是说，吃了这个啊红色的药丸的话，
这红色的药丸它是泄露啊人类生存的真相啊，这是有这样子的作用的一种药丸啊，吃了以后它立即就会知道我们的生存的真相是什么。嗯，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要面临的是什么呢？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艰难的啊，很多很多的挑战。嗯，但这些挑战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感觉到很多的啊突破呀，成长啊，啊这样子的幸福啊，快乐，他也可以感受到，但是他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啊这个挑战。嗯，如果把这个蓝色的啊这个绿色的药丸吃下去了以后呢，啊从此以后他什么也不知道啊，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现在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中啊，这个外面的世界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怎么样来的，一无所知啊。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啊可以永远都是啊很安静的可以就住在这个当中，但是我永远都不知道啊它的真相是什么。然后利奥他就选了什么呢，他就选了这个红色的药丸啊吃下去了啊，然后他就最后就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啊。那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就是有两条路啊，大家可以选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像绿色的药丸啊，是什么呢？就是时间的啊，这个见解，时间的见解。什么叫做时间的见解呢？第一个相信轮回啊，第二个相信因果，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这个空心啊啊。但是呢，如果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我们啊这个。尊重因果啊，取舍因果啊，不造罪，积累福报，这样子的话，虽然不知道这个轮回到底是什么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比如说人和天劫啊，就可以永远都可以在这个人间，或者是在天劫，享受啊这个人天的福报啊，人天的福报，但是我们非常的这个。愚昧，根本就不知道之前之后什么都不知道，当下啊我所在的这个轮回是什么，它的真相是什么都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啊，但是我可以这样子可以一直都活下去啊，这是人啊，这叫做人天成啊，这叫做人天成，我们头一天就讲过了啊，如果我们不愿意知道太多了啊，不想知道太多的东西，那就可以不学空心啊，必须要知道轮回，必须要知道因果，然后这两个知道了以后，然后就可以了啊，相信因果，相信轮回，然后呢就不作不去造罪啊，然后尽量的心善啊，那这样子的话虽然是很这个迷茫啊，前途将来是什么样子根本就不知道，几十年以后或者是这个生命结束了以后什么样的不知道，现在的这个物质世界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啊一个很迷茫的状态当中还是啊可以过一个比较舒适的这个生活啊，可以永远都是这样子啊。当然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做不好的话，那就是不是永远都是舒适幸福啊，那就是要堕地狱的。嗯，但是如果自己做得好的话，那就是就可以不知道，可以不屑啊，可以不屑，不要去知道这么多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还好一点啊，没有那么多的挑战了啊。这是绿色的药丸啊，愿意吃绿色的药丸就走这条路。嗯，然后呢另外一条路就是红色的药丸啊，红色的药丸吃下去了以后呢，它一定泄露啊这个世界的这个本质啊，人类生存的真正的真相啊泄露了，然后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很多的啊很多很多的这些意外的啊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东西啊，这时候呢我们也要面对很多的这个挑战。嗯，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啊，虽然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比如说修家心呐、学空心呐、证悟这个去修空心呐，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啊工作啊，有些时候也是很辛苦的。嗯，
有些时候也是很辛苦，但是呢，我们可以突破超越、成长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幸福感有很多幸福感。最终这条路是越走越轻松越走越自由越走就是越幸福最终是这样子。如果要吃红色的药丸，那么红色的药丸是什么呢？证悟空性的智慧证悟空性的智慧是红色的药丸那如果我们选这条路的话，那就是要去学空性，要去学空性要与自挑战自我挑战自我，怎么样去挑战呢？我们原来认为这个物质世界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东西然后呢，我们通过另外一个角度去把这个整个这种我们的这种想法全部被推翻推翻全都推翻这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我们能不能够接受证悟空性然后呢，我们一直认为我是存在的但是在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自我的存在也会被受到破坏也会受到破坏的到时候呢，我们认为我是存在的呀，物质世界存在的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我们的这些精神的支柱到时候都会瓦解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能够接受那就去修空心，学空心能够接受的话，那就去修空心这是自己选这两条路是自己选。那如果我们选了这个红色的药丸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现在去学空心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角度讲，比如说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红色的药丸就是出离心然后绿色的这个药丸呢它不是出离心，它是时间时间的正见时间的正见就是说它一直都向这个轮回当中轮转，但是呢它不想躲地狱，不想躲这个动物当中只是希望在人或者是天人当中去享受这样子的话，那这就是绿色的这个药丸我们一开始就进入了这个佛门的时候就有两条路，我们发现两条路那么走出离心就修走解脱道的呢，就是选择了这个红色的药丸不走解脱道的就是烧香拜佛求佛祖保佑的，那就是这个就吞下这个这个绿色的药丸那就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后来修空心的时候呢，尤其是这样子空心的时候就尤其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想走这条路的话，那就是必须要去修空心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的这个人生的真相人生世界就是几千年来就是人类历史上的这些非常非常有智慧的这些东西方的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宗教的领袖也好，或者是哲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大家都就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定义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些定义都是对的都有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这个利用但是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这个定义把这个整个整个人生或者是这个整个宇宙的真相说得很透彻的没有一个这样的，唯一的是佛陀的这个空心间才能够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是应该是已经选了这个走向正悟的这条路应该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唯一的理由，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存在的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唯一的理由就是我看得见我听得见
我摸得着啊，就是这些了啊。除了这个以外啊，有没有理由？没有理由了。除了这些以外，没有任何的理由了。这就是我们的唯一的理由，唯一的证据。就是我们啊，经常用这种证据来证明这个是存在的。但是这个证据呢，在这个一个像佛陀提供的这种强大的这个逻辑前面呢，这个是站不住脚，没有任何的说服力，没有任何说服力。比如说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啊，我们也看得见，也听得见，也摸得着啊。如果在梦中啊失去了亲人，也会很伤心啊。如果在梦中赚到了很多钱，也会很高兴啊，跟现实生活当中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从这个梦里面呢，永远都醒不过来的话啊，那么这个梦就是我们的世界啊。这个梦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的区别了，也没有办法啊，也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这两个的区别啊，没有办法去判断啊，谁是对的啊，谁是错的。但是因为我们梦里面我们可以醒过来啊，所以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头去否定啊，昨夜在梦里我看到的一切是不真实的。为什么不真实呢？并不是说当时不存在，当时都是存在，但是因为我现在不存在，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会这样子去否定。如果我们啊一辈子就在做梦，这个梦里面呢，一辈子都如果醒不过来的话，那么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啊，这个否定。所以啊，今天我们这个大家都啊公认的会说梦是不存在啊，梦是假的啊，梦境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是假的。但是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啊，他当时啊，跟我们的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完全是一样，只是我们醒过来了以后才能够说啊，这个是假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实生活啊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看见了，我们摸得着，都是存在的啊，在我们的这个感官的世界当中都是很真实的，但是这个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只能说啊，这个只能说，在我的感官当中是这样子的啊，只能这么说，并不能说物质的本质是这样子啊，我们不能这么说，我们只能说啊，以我的眼睛来看的话啊，这个物质的这种现象啊是这样子的，我们只能这样子说，并不能说啊，这个物质的本质是这样，这个是没有资格的啊，他没有办法说。没有办法说清楚，所以我们的这个啊逻辑啊，我们自以为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个逻辑啊，是在这个时候呢啊，已经是漏洞百出，这个根本没有说服力啊。平时我们认为，如果有人说啊这个物质世界是不存在的话，我们立即就会说，怎么不存在呢？我明明看得见呢，摸得着啊，但是这个看得见摸得着。啊，是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第一个啊，我们没有这个说服力，没有一个很有这个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它是存在。那另外一个角度讲，然后就更有说服力的这个证据来证明它是假的啊。它是虚幻的，它虚幻不存在，虚幻不存在，我们怎么可以这么讲呢？啊，我们学了中观以后就知道，啊，中观里面呢，中观就是讲空性的，讲般若波罗蜜多啊，十万颂啊，最广的叫做十万颂，它里面有十万个偈子啊。还有这个最略的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心经》是最略的还有《金刚经》等等，也叫做《般若波罗蜜多》那么这些佛经在讲什么呢？这些佛经在讲这个空性这些佛经在这个这些佛经在否定否定我们的
干观的这个解轮啊，干观的解轮，这些佛经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佛经就是我们一学中观以后呢，立即就知道啊，原来我们的时间真的是虚幻的，这个是跟梦里面是完全一样的。啊，那这个我们怎么样去知道呢？啊，你们去学中观啊，然后还有这个像《慧灯之光》这样子的书里面啊，也有一些。很简单的很简单的这些修法啊，通俗易懂的，然后就是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啊，非常简单的这个词汇来阐述这个一个非常深奥的东西，然后通俗易懂的，这个我们没有什么这些文字上的问题了啊，比如说我们要去学很多其他的中观的书啊。它的内容是非常深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用词词汇，很多的内容我们都平时我们都不用的，这些词汇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用的啊。然后呢，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词汇的时候呢，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词汇它本身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要去查字典啊，然后查到字典以后呢，然后再去理解这个内容，这样子的话，那就。更不容易了啊，不一定能够直接这个理解到它的真正的利益啊，真正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些书啊，那通过这些的这种方法去推理啊，去推理啊，然后呢，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啊，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啊。科学也证明了这一点，物质世界真的是虚幻的这一点啊，没有任何的疑问了啊。但是我们的眼睛当中呢，这个根本不可能，在我们从我们的眼观感官的角度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个这么真实的东西，怎么可能说它不存在啊？但是这个除了佛法以外，科学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不存在的，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虚幻的东西啊，渺小的虚幻构成了比它大一点的这种虚幻的东西啊，然后这种虚幻的东西呢，再组成了更大的这个虚幻比如说一个灰尘，也就是说我们肉眼可以看得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粒灰尘它是一个很更小的更小的这个虚幻组成的，然后呢，这个很多的成千上万个的这个灰尘，最后就是构成了一个砖头一个砖头，然后成千上万个的砖头就可以砌一个墙然后墙。最后就是变成了一栋楼但是这楼、墙、砖头还有构成砖头的这些灰尘，都是虚幻的都是幻觉，完全是幻觉，是我们自己眼睛当中产生的一种幻觉说我们的眼睛也好，说我们的大脑也好实际上也不是大脑，也不是眼睛，实际上。通过大脑和我们的眼球的结构，然后呢，意识的一种感受意识的一种感觉，物质它是没有感受的，凡是有感受、感觉的，都叫做精神，那是它的一种感受。这个我们怎么说呢？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佛教里面讲这个一个比喻叫做。旋陀轮旋转的旋，陀轮车轮的轮旋陀轮，旋陀轮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电一根香电一支香，电一支香先把一支香点燃点燃了以后呢就在没有光线的地方转旋转，旋转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眼球当中，我们的眼里看到的是什么呢？不是一直响，而是一种环形的光圈那这叫做旋陀轮
炫惑论，佛教的词典当中我们会找到这个词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现代韩语词典呢、啊、还有很多的这些这个词典字典里面都找不到这个字啊，这个词汇都找不到。这个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是不用的，唯一的就是佛教字典里面有这个炫惑论啊这个词。那么炫惑论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那它告诉，但是如果这个炫惑论宣传的时候如果听下来的话啊，那么我们立即就看到它不是一个欢心的啊，这里面没有任何欢心的东西，就是一根一只象啊，这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一只象的这个活啊。但是它的运动告诉运动以后呢，在我们的眼里啊，它就是变成一种欢心的东西，欢心的东西，这叫做炫惑论啊。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物质啊，实际上就是炫惑论啊，实际上都是炫惑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像这个原子。啊，就像一个原子啊，一个原子就像一根针啊，一根很细微很细微的针的针缝啊，针尖上啊，可以排列七个原子啊，原子就是这么小啊，在显微镜下看到的都是一根针的这个最尖最尖端的这地方呢，可以用显微镜看，我们可以看到七个发光的东西，就像我们。晚上啊，看到夜空星空的空中的这个星星一样啊，这有个发光的七个点白色的东西啊，这叫做原子。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物质啊，一个很真实的物质。然后这个原子，然后组成了啊，就我们没有显微镜的时候可以看得到的这个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微尘啊，然后就是砖头，然后就是这些东西了。但是原子，我们刚才显微镜下看得到的这个发光的这个白色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炫惑论啊，它是一个炫惑论啊，它不是火，但是呢跟炫惑论是完全一样。为什么？这个原子啊的中间啊，它的大部分都是空间，空的没有什么东西的啊。最小最小最核心的就是原子核，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一个原子就有这么一栋楼的话，那么原子核啊就一粒豌豆这么小啊。那么剩下的东西是什么呢？啊，比如说这一栋楼和一颗这个豌豆这么大小的这个区别啊。除了那一个豌豆的空间以外的这些空间是什么呢？啊，它没有实质性的东西，都是空的，就是电子的这个高速运动啊。电子高速运动了以后呢，然后显微镜下面也就产生了一种啊，就是一种像粒子一样的啊，这个点状的啊东西，点状的东西。其实这里没有点状的东西，这是。高速运动的时候啊，这个高速运动的时候，这些电子高速运动的时候，然后就产生了一种点状的啊东西，实际上没有任何点状的东西啊。就像我们刚才啊，这个炫惑论旋转的时候呢啊，我们的肉眼看起来的的确确就是一种有一种这个环形的东西，但是它没有环形的啊。那么没有环形的东西，在客观的因素里面没有任何环形的东西，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啊，只能说这个就是幻觉啊，这就叫做在佛教里面这叫做幻想啊，想不是思想的想啊，幻想。那这个为什么叫幻想呢？这个因为它是物中生有的啊，它物中生有，它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它就是物中生有，这是我们的眼睛啊。没有办法识别这么高速运动的东西啊，所以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啊，它就变成了一个幻形的啊，它跟不上这个速度和我们的眼睛啊，没有办法抓到这么高速的运动的东西，在它的这个
看到的这个当中呢，它就变成了一种环形的啊，前后连接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种环形的啊。然后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原子啊，也是完全是一样的，它是幻觉啊，它就是一个幻觉，它没有这样子的实质性的东西啊。那这个一下子我们不需要说了，一下子都是一样的，叫更加的幻觉，一下子所有的包括所谓的基本的粒子都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就只能说在原子以上啊，还有就是我们没有没有显微镜，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在沙滩上的啊一粒沙子啊，那我们看起来放在我们的手里一看，我们手一摸啊，这两个，一个是触觉，一个是我们的视觉啊，这两个感觉当中，它是非常的真实的东西啊，非常真实的东西。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啊，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说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它的的确确就是很多的这些幻觉啊、幻心这个漩涡轮一样的东西构成的啊，是更细微的啊幻觉构成的啊，比较大一点点的啊幻觉啊，实际上就是幻觉。然后呢，更多的沙啊，或者是更多的这些灰尘组合一起，然后呢变成了一个砖头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认为砖头啊，从我们的触觉的角度或者是视觉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啊。但是呢，我们只能承认啊，只能承认，根本就没有办法啊，没有第二个答案，或者是没有第二个选择，我们只能说这个砖头啊，的的确确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漩涡轮一样的啊东西。它是一个更小的幻觉啊，更小的幻象啊构成的一个比较体积比较大一点的啊一点的这个幻象啊。然后墙啊，然后就是这个一栋楼啊，也是这样子啊，很多的幻觉啊，这是我们自己的眼我们的视觉当中啊产生的一种幻觉，然后构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啊每一滴血啊，还有这个啊所有的一切啊，都是这样子的东西啊。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我们从来不会这样子去想的啊。一开始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接受，就包括原子这种东西啊，包括科学家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原子学说出来的时候呢，很多科学家啊都不承认的啊，很多人都说不存在所谓的原子，原子是不可能没有这种东西啊。但是后来就是显微镜的这种进步啊，就以后呢啊，然后就是大家都真实看到了，没有办法啊，没有理由再去否定啊。其实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那么我们今天的包括我们的肉体血液里面的血大脑啊，所有的就是这样子的幻觉了，实际上都是这样子的幻觉啊。但是这些幻觉在我们的感官的这个世界当中啊，一点都不是幻觉，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它是幻觉啊，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但是这个不能说服，它没有什么说服力啊。为什么？如果这个漩涡轮的这种轮转如果它不停止的话啊，它不停止的话，在我们的视觉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我们如果它自己不停下来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说它是啊是幻想啊，根本就没有利用。所以我们今天的所谓的这个时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以前啊也讲过，书里面也有，慧灯之光里面也有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佛教是唯心啊，有些人说佛教还是比较唯物啊，
实际上，佛教也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啊。如果带一个"唯"字的一个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名词的话，那就是佛教就是唯幻啊，唯幻。佛教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幻觉啊，就是幻觉啊，是精神或者物质都不重要了，就是幻觉啊。佛教就是唯幻论啊。但是呢，在我们的感官的世界当中，佛教不会说这个是幻觉啊，他会说这个是很真实的世界，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不要去造罪，不要去杀盗淫妄否则的话一定会堕地狱呀。他会告诉我们这样，他根本不会跟我们讲不存在地狱呀，原来地狱就是一种幻觉呀，无所谓了，你可以这个是不需要去。你不需要去这个尊重因果呀，不需要去因果趋势，他不会这么说的啊。他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感官的这个范围内，他一定会给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世界啊。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一定要注意。他会告诉我们这样子，但是呢，如果我们刚才我们已经选择了这个红死的药丸的这种人群来说，佛就是说。然后原来这个世界，我们的感官当中是很真实的，但是呢它的真相不是这样子这个并不是它的真相。那么真相是什么？如果你愿意知道如果你愿意知道这个真相那就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红色的药丸你一定要有本事接受。这个红色药丸带来的一切后果一切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也就崩溃了因果也就瓦解了一切的一切都是幻觉了到时候如果接受不了的话，那你就不要走这条路了不要走这条路，那还是烧香拜佛就可以了。这是两个不同的人的两个这个选择的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我想我们很多人还没有学过这个中观的那么中观的很多的这些推理的方式，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它的这种逻辑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密的逻辑。但是呢，因为我们不懂得这个推理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能不好理解。但是呢，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原子是什么样的东西构成的我们看到的原子应该是什么这个就是中学生都知道了大家都学过了然后我们现在呢，再深入的进一步的去进一步的去把佛的思想也就架在这个上面结合起来去思考一下思考一下，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不能不承认，我的肉体，包括我的肉体，都是炫惑论一样的一种幻觉但是呢，我根本就感觉不到它是像炫惑论一样的幻觉的东西，我根本感觉不到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是非常的迟钝它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些深奥的东西它能感觉到的这些东西是最表面、最表面的东西了。这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比如说我们去就在沙滩上那一粒沙子放在我们的手心看这个怎么可能这是一种幻觉呢我看得见摸得着，为什么这是一个幻觉不可能，从我们的感官的角度来讲根本就不可能但是呢，科学或者是逻辑。告诉我们，这个的的确确，这是就是玄乎论除了这个回答答案以外呢，没有第二个合理的答案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就是一种幻觉，这是我自己的大脑，或者是我的这个这个我的视觉当中产生的一种幻觉然后我就是去抹这个沙的时候呢。它的确是有可以接触到的东西很坚硬的东西但是这个坚硬的东西呢，也是我的触觉这个当然不是说唯心主义贝克莱讲的这种一切都是被感知，不是这个
不是这，但是呢，我们这一点哇，我们的感官的这个真感官，它感觉到的真实的东西和逻辑告诉我们的不能不承认的幻觉，这两个非常严重的冲突，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选一个啊，要不就是我就会跟着感官走啊，那就好了，我们不去空心啊，还是去尊重因果，多积累福报啊，尽量的心善啊。那就解脱呀，这些就离我们很吧，离我们很远了，我们也不去考虑，那就好好的去享受物质的生活啊，就可以了。相信佛，佛祖保佑我们啊，然后就可以了。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啊，跟着这个逻辑啊，跟着佛的教育啊，跟着这个科学的这个带来的这个知识啊，如果我们要跟着他走的话啊，那就我们只能否定啊，我的视觉和我的触觉是错误的啊，只能否定我的视觉的真实性啊，只能否定啊我的这个触觉的啊这个真实性，全部否定，全部推翻啊。那么推翻了以后呢，实际上什么呢？这个世界就是啊，就是一大堆的啊，一大堆的这个啊幻觉啊。完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这个漩涡轮的啊，一个这样子十级啊，一个这样子的宇宙啊，一个幻觉的宇宙啊。那么我们只能在这个幻觉的宇宙当中啊生活生存啊。如果想突破的话，那就否定啊我们的这种感官的结论啊，然后就跟着佛的智慧走。啊，跟着佛的智慧走，跟着这个理论啊，跟着这个推理的结果走，不要跟着啊感官的走啊感官的结论走。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啊走向啊这个解脱道。嗯，这是我们走向解脱的最初步。我们在这个解脱道路上呢，本来就是，发了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以后，我们就走上解脱道。那我们现在呢，从这个智慧的角度来讲，也就是我们离解脱啊就更进一步了啊。这叫做空性啊，空性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去修这个空性呢？啊，修行的时候，我们通过啊刚刚我们介绍的一些这样子的比较简单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啊，还有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些思维的方式，中观啊里面有这些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去学。学完了以后呢，我们去推理啊，推理以后啊，比较注意力比较集中的时候，效果比较好的时候呢啊，就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原来这一切都是啊，像我们在梦中看到的这个虚幻的世界一样啊，完全是虚幻。有些时候就是会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感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立即啊就停下来啊，就专注到这个感觉当中、感受当中啊，也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一样，把这种感受延长或者是维持啊这个感受的现状啊，那么也许是5秒钟，也许是10秒钟啊，那这个叫做修空心啊，这是初步的空心。嗯，这样子以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就这个感觉啊会越来越深啊，越来越深，然后呢它的这个停留的时间也会啊越来越长啊，5秒钟到10秒钟，10秒钟到1分钟啊，1分钟到5分钟，这样子越来越长。嗯，那越来越长了以后呢，它的效果是什么呢？啊，当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世界虚幻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对这个世界的啊这个错误的这些观念啊，就立即就会推翻了啊。这些错误的观念推翻的同时啊，然后呢，就是这些错误的这个这些观念导致的这些烦恼啊，也就消失啊，
从此以后呢，我们不会我们不会去造业啊。但是呢，出离心和菩提心还是一样的可以用啊。那这个不矛盾吗？我们为什么不会有这个啊？其他的这些都可以推翻了，为什么出离心、菩提心还不推翻？因为空心的这个境界，空心的智慧跟这个菩提心是没有冲突的，没有冲突。为什么？因为出离心跟菩提心它没有建立啊，它没有建立在这个执着这种基础上啊。比如说我们自己成佛了啊，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执着，但是啊，还有这此时此刻啊，有这么多的众生，有这么多的生命，他们还是在执着啊，还是在执着。实际上是空心，但是没有用。他们认为啊，他们把这一切都当作是真实的，所以他们一样的痛苦啊。所以我对他们啊，可以发啊，可以发慈悲心啊，可以发菩提心。所以菩提心呢，有了啊这个证悟的空心的时候呢，不但是啊不会没有菩提心，而且啊证悟空心以后呢，这个菩提心会更加的会增长的，所以这两个是不矛盾的。这样子我们去修这个空心，这是第三个阶段啊，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阶段就是空心。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很简单的啊。还有一种方法呢，当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修法修完了以后啊，还有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啊？外面的这些物质啊，原子呀、分子呀，我们根本就不用去管它啊，是什么都不重要了啊。反正外面的这一切啊，都是我们不说它是唯物，也不说是唯心啊。反正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就是幻觉啊。那么幻觉是来自于什么呢？幻觉就是来自于精神呢。如果没有精神啊，没有精神的话，怎么会产生这个石头、砖头？它会产生幻觉吗？啊，它不会产生幻觉。我们的房子它会有幻觉吗？我们的车子它会有幻觉吗？啊，如果车子有幻觉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开车啊。它产生幻觉的时候，它该走的地方它犯错误，我们向它左转它一定会右转啊。所以它不会有幻觉，它不会有主观啊。所以人是完全可以空着。那么有幻觉的是有精神，有精神，有精神就可以产生这种幻觉。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观啊，不需要观外在的东西，那么我们就直接就可以在精神上可以下手啊。所谓的精神它是什么啊？直接就像禅宗讲的一样啊，入人饮水，冷暖自知。我们直接去啊观察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啊，很非常的直接的去感受啊，感受它的本质。这个时候呢就会证悟的，这个证悟才是真正的最透彻的啊，最彻底的证悟啊。这时候呢解决了一个问题以后呢，所有问题就解决了啊，就不需要去观察外面的啊这些物质，只要就内在的这个解决完了以后呢，因为外面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内在的这个精神的一种投影啊，一种投影。我们不说外面是唯物唯心，但是呢它跟我们的内在的这个精神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精神就没有幻觉啊，就这么简单啊，没有幻觉。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证悟它的本心是什么，这个时候呢啊就立即就是证悟了他的本心，这就是真正的啊最彻底的证悟。这是大圆满里面所讲的证悟，还有这个大手印啊，还有密法里面讲的这个证悟，禅宗里面也讲这个证悟啊。这时候呢啊，外面的这个世界啊就不重要了啊，因为一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所有问题也就解决了，同时就解决这所有的问题了啊。这是最好的证悟的方法啊。那这是第三个阶段了。这次我们讲的第三个阶段就是空心的阶段。然后我们啊刚才讲过出离心、菩提心和外加心、内加心修完了以后，修禅定，修完了以后就去修这个空心啊。
然后空心绣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第四个阶段啊，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青筋管，青筋啊，什么叫做青筋不青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啊，它是山水啊，这是一个这样子的大自然啊。那这个大自然、宇宙世界为什么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呢？啊，这是因为啊，这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啊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感官的，我们的这个感官，我们的视觉啊，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它的这个是宇宙是这样子，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我们啊也是一种挑战啊，但是非常简单。这个除了佛法以外，科学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啊。比如说，科学就讲我们现在啊看到的啊，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些颜色啊，人的肤色啊，还有我们的衣服的颜色，各种各样的这些花花世界啊，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颜色啊，红、绿、白。黑，一切我们认为这是外在的一个真实的东西，但是呢，它不是，它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大脑当中产生的一种这样子的一种无中生有的东西，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啊。外面的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光，光是电磁波，电磁波它本身是没有颜色啊，但是呢，因为它的光的这个波，光波的这个长和短不一样。以后就导致了啊，红色呀、黄色呀、绿色呀等等，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颜色啊，我们从来都不认为这是虚幻的，我们从来都不认为我看到的颜色就在我的大脑当中产生啊，从来不认为我看到的这个红颜色是我的视觉啊，从来不认为我认为这是物质，但是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啊。同样的啊，外面的这个世界，佛教啊，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啊，不但是这个颜色啊是不存在，而且我们看到的山啊不是山啊，水也不是水啊。但是佛会这么说啊，我们。依靠一个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感官啊，来感知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那山就是山，水啊就是水啊，在这个时候就不会否定的，这个时候呢都是很真诚啊，这个世界就是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啊，但是如果我们的啊这个感官啊升级啊，这个可以升级别的。啊，升级了啊，或者是它的结构从本质上啊有变化的时候呢，让这个外边的世界啊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啊，巨大的变化。什么样的巨大变化呢？啊，这个我们比如说人看到的东西跟鱼的眼睛看到的也不一样，人看到的跟狗的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也是不一样啊，都不一样。那么佛就更深层次的告诉我们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清净，山水等等叫做不清净的，然后宪宗里面讲啊，修了第八地菩萨，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烦恼啊，或者很多很多的业障啊，都没有啊。没有了以后呢，在我们的内心世界当中呢，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所以在外面的世界当中也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八地菩萨看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啊，在他眼里的这个世界呢，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世界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世界呢，跟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一个这么带业障的一个这样子的普通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看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看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看到的还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呢，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或者是八地菩萨
八地以上的菩萨来我们这个世界来看我们这个世界，那么他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不一样，他看到的是非常清净的，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世界啊。那这个世界一个世界有两种不同的啊，两种不同的现象，然后这两个当中谁的是对呢？啊，当然是八地菩萨的是对，我们的是错。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么深重的业障啊，所以我们的是错的啊。这个我们的业障就直接影响了我们的这种感官啊。然后呢，所以我们感官看到的就是不清净的啊。然后地狱的众生就更惨啊。八地菩萨啊，八地菩萨，然后呢，他就业障清净了以后呢，啊，那他看到的是清净的世界啊，他的是对的啊。那这种修法修行的方式，在宪宗里面呢，他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啊方法啊，只是说啊，我们比如说像这个无常啊、无我呀、空心呐 啊这些方法修了很长很长时间以后呢，到了八地的时候，就自然而然这个世界会慢慢的会变成清净的。宪宗啊会这样子告诉我们，然后密法里面呢，它有直接的这种修心的方法啊。我们一开始学密的时候就有这种方法啊，这个方法叫什么呢？这叫做圣起次第的修法，圣起次第啊。就我们进入了密法，然后灌了定以后啊，然后我们开始去学啊，修啊，这个啊，升起次第的修法啊，升起次第的修法是什么呢？比如说简单的说啊，我们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啊，我们观想啊，金刚萨埵身上的这个甘露啊，然后把我们的这些业障冲洗干净了以后啊，然后呢，金刚萨埵融入我们的身体，然后我自己也就变成了啊，金刚萨埵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就变成了金刚萨埵。从我们现在的这种感官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是金刚萨埵呢？啊，我就是我，我是一个杀盗淫妄有这么多的这个罪业的人啊。那么金刚萨埵呢，他是没有这样罪业的一尊佛，我怎么可能变成金刚萨？怎么可能金刚萨埵是我呢？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从我们的感官的结论来看，这个是不可能啊。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是可能的啊。为什么？我们的本质啊，本质，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本质，它是清净的啊。但是因为我们的业障啊，我们没有看到世界的本质。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电磁波它是没有红黄白这样子的这个啊颜色啊，但是呢，因为它经过了我们的视觉的时候，这个光波的长短啊，然后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就是产生了一种这样子的花花绿绿的世界啊。实际上这都不是在外面，就在我自己的大脑当中，或者是在我自己的视觉当中啊。那么客观上面不存在的啊，就只存在于我自己的视觉当中的这种东西叫什么呢？这就叫做幻觉啊，无中生有的幻觉啊。那么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呢？有颜色的就是不是它的本质啊，没有颜色啊才是它的本质啊。然后我们刚才这个八地菩萨跟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不清净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肉体也是不清净的，也是就对像佛菩萨的身体来说不清净，血肉等等啊都是不清净的啊。然后呢，我们的时节宇宙啊也是不怎么啊，相对而言啊，当然我们比如说地狱呀、恶鬼来看啊，这个是已经是很不错的环境啊。但是呢，就像西方极乐世界八地菩萨的境界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很糟糕的啊。那这个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业障啊产生的啊。那我们怎么样这个不清净的啊
把它转换为清净啊，或者是它的本来的面目怎么样啊实现呢？啊，然后密宗就给我们提供一种方法，就是升起次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我把我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啊。为什么呢？我们的本质就是金刚萨埵啊，我们的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佛的刹土啊，佛的刹土，我们终生就是佛啊，终生就是佛。嗯，所以密法里面呢啊，比如说密法里面呢，就比如说无柔、无甘露啊等等啊，比如说我们要去接受无柔、无甘露等等啊，无柔、无柔是什么呢？比如说马柔、这个狗柔等等，就这些柔，在2500多年前，这个印度社会来讲啊，这些柔大家都认为是很不干净的，没有人吃这些柔的啊。那么佛密宗里面呢，为什么啊？为什么他让我们去接受这些呢？啊，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这很多很多人就有这方面的误解啊。这是什么？密宗里面也讲啊，把柔不能当作食物来吃啊。这个密宗里面讲的也是非常清楚的。密宗也是因为它也是大乘佛教啊，所以它不能把柔不能当作啊食物来吃，那这个是跟大乘佛教完全是一样的。嗯，那么为什么要接受无柔无甘露呢？啊，就是说，那么当我们的这个精节啊提升到一定的这个底部啊，还没有完全达到最高的境界的，就中间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啊，我们又必要去接受这个啊，为什么呢？这是一种非常强制性的一种训练的方法。平时我们比如说我们禅宗啊仙宗里面经常讲啊不执着啊不执着啊，如果不执着真的放下了，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无柔跟我们的舒适啊，为什么我们只选择舒适，为什么不选择这个柔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是我们自己啊有执着还没有放下，虽然我们都在说放下啊，但是呢实际上还没有方向啊，还是我们认为啊俗食是清净的啊，无柔是不干净的，所以我们还是没有方向啊。这时候呢用强制性的方法来把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清净和不清净的啊这些所有的执着强制性的打破啊，然后就是让我们去接受，这是一种训练的方式，并不是把这些东西当食物来吃啊，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尤其是啊，如果我们要去接受这些无柔无甘露的话，那么必须要有本事啊，接受的本事啊。当我们还没有这个本事的时候呢，密宗里面也讲，就不能去碰这些东西啊，根本就不能去碰这些东西，还是跟仙宗里面讲的一样的啊，我们吃素呀，然后就是去欣赏呐，就受戒呀，啊，受居士戒呀、比丘戒呀、出家戒呀，都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永远都是啊，永远都是执着啊，就是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这样子，我们永远都不能突破这些东西的话，那么最后虽然在说放下啊，但是实际上是没有放下的啊，永远都放不下。所以最后一点点啊，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接受啊，但是呢有必要接受，还有一点点的这个执着还没有打破的时候，然后啊就是通过一种方法来最后一个执着彻底的打破啊，打破最后一个执着。所以密宗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啊考验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训练的方法啊，这种训练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呢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去接受啊，境界达到一定的时候才可以接受啊，才可以接受。那么境界达到了一定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接受呢？有这个必要吗？有必要。他的境界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啊，所以他接触这些东西的话也不会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但是呢有一个，他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从无始以来，我们对这些东西的执着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是根深蒂固，还有一些后遗症啊，就是从本质上打破这个后遗症啊，这个时候呢，让他们去接触这些东西啊，然后通过这种方法，然后这种训练啊，他把最后这些清净和不清净啊，这个好与坏等等的这些所有的执着都打破了以后呢，最后才能够进入佛的境界，大平等啊，大平等。我们宪宗里面经常也在讲平等啊，法界大平等啊，不执着不执着方向啊。但是我们对任何一个东西有清净和不清净的执着的时候呢，实际上没有方向啊，实际上是没有方向的啊。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还是我们只能接受一个东西啊，清净的我可以接受，不清净的我还是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话，那么放下什么呢？没有放下了啊。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东西对我来说呢，还是有区别的啊，还是有区别啊。我认为清净的是好，不清净的啊，我不应该去啊碰这个东西，有这种执着啊。那有这个执着，我实际上还没有放下呀啊。没有放，如果放下了，如果真的放下了，那为什么说，为什么说啊，清净的可以接受，不清净的可以不接受？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最后呢，密法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强制性的方法，把最后一个这种执着与不执着的这种这个清净与不清净的这种执着，也就推翻啊，从本质上所有的东西推翻以后呢，才能够达到最平等的啊，最平等的真正的这个大平等的境界，那这个时候才是佛的境界了。然后呢，因为一切是境这个比如说无肉无甘露也好什么样的万事万物，它的本质是清净的。这个我们宪宗也就不能不承认，《维摩诘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啊。然后所有的宪宗的这个八地菩萨的经界当中啊，讲得非常清楚了啊，这个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啊。那么既然这个的本质是这么清净的东西的话，那么为什么你不敢接近呢？那是自己的问题了。我还没有证悟，我还没有这个，只能说明我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训练的方法。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人把密法里面的有些东西作为一个接口作为一个接口，然后就不好好受戒，不好好修心，不好好因果取舍然后就是做这些事情，那这是密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是所有罪过里面的最严重的罪过，这是直接堕金刚地狱的这比其他的杀盗淫妄的这个罪过还更严重的所以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些方法一定要这个搞清楚最后我们会进入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从宪宗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八地菩萨的境界。从密宗的角度来说，这不是八地菩萨的境界，这是一种训练的方式，我们现在就可以观想，我是金刚萨埵我们现在的不不不，我是说，我们不是今天观想我是说，我们可以一开始的时候呢，观想这个我是金刚萨埵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观想这个世界是佛的刹土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为什么呢？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它的本质既然是本质是清净的话，我为什么不可以现在就观想呢？这就是密法里面才有这种方法，所以我们最后就是要进入这个清净的这个最清净观那这个是学密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学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懂得走这个中间的路现在很多这些社会上有些很多人就所谓的成就者呀，所谓的瑜伽师呀，所谓的空心母呀，等等等等，很多人也就是把有些密法里面讲的一些东西作为一个接口，然后呢，就是为了达到一个自己的这个目的，这样子来骗人的呀，这种问题也是很多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
根本就不懂得秘法啊，根本就不了解秘法的人，根本就没有学过的人，然后就是发现秘法里面，据说秘法里面有什么无肉无甘露，然后呢，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秘法的一个啊，这个一个这个错误啊，来反驳啊，批评啊，批判啊，这也是错的啊，这个都是错误的。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把这些东西一定要分清楚。这个，所以啊，我们需要文思啊，所以我们要学啊。不学的话，就是非常的盲目，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学啊，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所以我们必须要学文思。我前天也就讲过，昨天也讲过了，我们这个文思修的过程啊，一定要一步一步的去做啊，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今天啊。最后讲的这个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清净的阶段，实际上就是密法的啊这个阶段啊，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先修处理行，然后就是也是修外加行，然后修以菩提行的修法为主的啊无加行，然后就修空心啊，然后就修密法里面的这些升起次第呀、本准的修法呀、大圆满的修法呀，啊，最后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法会成就的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Sonum de yi tam zhe zhe ba ni dong ni ni bi zhe ni ban zhi jin ga na ji wa long zhe ba zhe bin zhu li zhu wa zhu le zhu om a hum ban zhe reng ge re ba ma se le hum.Om Aum Bandrungur Bamazadu Om Aum Bandrungur Bamazadu